段子讲了很久都还没问候大家。哦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从刚从美国回来的贝斯手，叫文某 MMO。那我要这么介绍我自己，还是逆线来的啦？对，老金。对，鼓动年纪大家好。好，但是我是冠强的哈。今天中华艺来家表演了，今天是团长归队之日了哈。不是归西哦，团长。太亏心了，来，微信做好利用。来，我来破冰了哈。应该是不会感冒的啦。又要台下都有人会要收场。我觉得天上雅虎看会有人在拍卖。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们都擦一下。擦一下，有人玩大头的。我们往下看，有人会抢还是大家会躲？我听到很大声，那里，你要像个男人，勇敢的把他接住。不错，有男人爱我是 OK， 我可以接受。这什么心态啊？变态啊！花钱让你来羞辱，没错。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团员没有介绍。哦，对哈、哦，我们的 guest。游戏挑战游戏，我是他们从棒球乐团从香港找的。我只是一个创始乐手，我叫 Robert。你终于中意台湾啊？台湾这个诚品事件是最好的哦。是啊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还有你们的小吃派。鱼香豆腐很好吃的、哦、你们觉得我们的团长怎么样啊？好啦，大家没有这首歌，其实我觉得不怎么样啊。我其实他们听不懂你的台式国语，我要用中文字正腔圆的说一圈。